聆听他人故事，精彩自己人生，欢迎进入哈哈笑的有声世界。银河帝国十四，星空暗流，第十二集。他们胸口的重量慢慢地离去，将他们绑缚在墙壁上的隐形铁链也逐渐松开，最后终于消失。这时他们喘着气跌在地板上。过了好久，法罗娜才终于开口：你受伤了吗，玉珂？我受伤？他勉强地笑了笑，他尚未调匀呼吸，但是听到他竟会在太空船上受伤这种说法，他仍然忍不住笑出了声来。他说：我曾在一艘太空船上住了许多年，每次都有好几个月不曾降落到任何行星。为什么？他问。他已经爬到了他的身边，将一只手放在他的脸颊上，以确定他仍在那里。他用手臂搂住他的肩膀，他则安静地靠在他的臂弯里，接受着如同反哺的安慰。为什么？他又问了一遍。于可记不得为什么了，他就是那么做过。他厌恨在任何行星着陆，基于某种原因他必须留在太空，可是他记不得为什么。他再度避开这道记忆的断层，说道：我曾有一份工作。没错，你分析一场空。对呀，他很高兴，那正是我的工作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他并未指望他能听得懂，但是他必须说下去，他一定要沉湎在记忆中，要纵情庆祝自己能在瞬间召回过去的记忆。他说道：你可知道，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是由100多种原料构成的，我们将这些原料称为元素，例如铁和铜都是元素。我以为它们是金属。它们是金属，但也是元素。此外，氧、氮、碳与钯也都是，而最重要的则是氢与氦，这两者是最简单、最普遍的元素。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。瓦罗娜若有所思地说。宇宙中75%的元素是氢，其他大部分是氦，甚至太空中也一样。有人告诉过我，太空是一种真空，他们说这就代表里面什么也没有，这样说有错吗？并不尽然，应该说几乎什么也没有。可是你知道，我是个太空分析员，这意味着我在太空中飞来飞去，收集并分析其中极微量的元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负责判断氢有多少，氦有多少，其他元素又有多少。为什么？这个嘛，这很复杂。你可知道，太空中元素的分布并非处处相同，在某些区域氦的比例比正常值高些，而在其他地方则是钠的比例高于正常值，其他元素也一样。这些组成特殊的区域蔓延在太空中，好像许多条暗流，它们叫做太空原子流。了解这些原子流如何分布是很重要的事，因为这有助于解释宇宙如何创生，如何演化。
他怎么解释呢？于可迟疑了一下，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。他匆匆打住，感到很不好意思。他的心灵终于寻获的巨大知识宝库，竟然这么容易就出现标示着未知的尽头，而发问者却是他突然觉悟到，毕竟瓦罗娜只是一个佛罗伦纳的农家女。他又说道，此外我们在银河各处找出这个太空气体的密度，你知道吧，也就是浓度，它在各处都不一样，而我们必须知道它的确切本质，太空船才能做出超空间跃迁的精确计算。这就像……他的声音逐渐消失，瓦罗娜吓呆了，不安地等待他讲下去，可是接下来的只有一片沉默。在全然的黑暗中，传来他嘶哑的声音：于可，于可，有什么不对劲吗？于可。仍旧是一片沉默。他的双手摸到他的肩头，在使劲地摇晃他。于可，于可。不料回答的声音属于原先的那个于可，声音中充满虚弱与恐惧，刚才的喜悦与信心全消失了。罗娜，我们做错了一件事。怎么回事？我们做错了什么？巡警射杀面包师的景象浮现在于可的心头，既深刻又清晰，仿佛是被其他许多明确的记忆召唤回来的。他说道，我们不该逃走，我们不该登上这艘太空船。他拼命地发抖，无法控制自己。瓦罗娜试图用手拭去他额头上的汗水，结果只是白忙一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追问道。因为我们应该知道，如果面包师愿意大白天的带我们出来，他就该料定不会有巡警来找麻烦的。你还记得那名巡警吗？射杀面包师的那名巡警。记得呀。你还记得他的面孔吗？我没敢看。我看到了，有件事很奇怪，可是我没有细想，我没有细想。罗娜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巡警，那是我们的镇长。罗娜，那是装扮成巡警的镇长。第八章，贵妇。沙米亚法夫身高刚好五英尺，此时他全身60英寸都处于颤抖的盛怒状态，他平均每英寸重1磅半，而在此刻他90磅的体重，每磅都代表着16盎司的怒意。他在房间中快步走来走去，他的一头黑发高高盘起，高跟鞋为他添了几分高挑，而他那显眼的尖下巴正在打颤。他说道，哦不，
会这样对我的，他不能这样对我，船长。他的声音尖锐，而且带着权威的分量。瑞斯提船长应声鞠了一躬，大小姐。对任何佛罗伦纳人而言，瑞斯提船长当然是个大亨，理由很简单，对任何佛罗伦纳人而言，所有的萨克人都是大亨，可是在萨克人眼中，则有大亨与真正的大亨之分，船长只是个大亨，沙米亚法夫则是真正的大亨，或者说是完全等同于这个头衔的女性。大小姐，她又问，她说，我不该再受别人的操纵了，我已经成年了，是我自己的主人，我选择留在这里。船长小心翼翼地说，请您了解，大小姐，这个决定与我无关，没有人征求过我的意见。我接到了明确而直截了当的指示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他摸索着命令的副本，动作不怎么带劲儿。早先他曾两度试图向他提出这项证据，他却拒绝接受，仿佛只要没看见，他就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否认他肩负的责任。他又将先前的话照说了一遍，我对你的命令毫无兴趣。他转过身去，脚跟带起叮的一声，便迅速与他拉开了距离。他跟在他的后面轻声道，这份命令包括如下的指示，如果您不愿意跟我走，请恕我直言，我就得把您压到太空船上。他猛然转身，你不敢做这种事。只要我考虑到命令我这样做的是谁，我就什么都敢做，船长说。他又试着来软的，不用说，船长，根本没有真正的危险，这相当荒唐，简直就是疯了。这个城是和平的，要说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过是昨天下午有个巡警在图书馆被打昏了，真的。今天清晨，另一名巡警遭到杀害，又是来自佛罗伦纳人的攻击。这使他动摇了，但他淡褐色的脸庞变得阴沉，一双黑眼睛眨了一下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又不是巡警。大小姐，太空船正在做升空的准备，很快就要离去，而您一定要在上面。那我的工作呢？我的研究呢？你可了解？不，你不会了解的。船长什么也没说，而他已经转过头去，他身上的那件同色继而织成的闪亮套装，还有其中乳白银色的织线，将他的肩头与上臂衬托得格外温暖柔滑。瑞斯提船长望着他，除了普通萨克人对一名贵妇应有的礼貌与谦卑，他的目光中还多了些东西。他暗自纳闷儿，这样一个秀色可餐的可人，怎么会将时间花在模仿大学研究员的学术研究上？沙米亚自己也很明白，他对学术的认真态度使他成为众人嘲笑的对象，可是他不在乎。那些人总是认为萨克的贵妇应该全心全意地投入豪华的社交生活，最后当一个孵卵器，孵出不多不少刚好两个未来的萨克大亨。女性朋友总是来问他，你真的是在写书吗，沙米亚？然后要求看看手稿，再痴痴地笑成一团。至于男性则更糟，他们总是难掩高傲的态度，
而且怀着显然的成见，认为他们只要瞥他一眼，或者伸手搂搂他的腰，就能治愈他的妄想，将他的心思转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种事几乎从他懂事时就已经开始，因为他一向对继儿情有独钟，而大多数人只将他视为理所当然。继儿，织品之王，织品之皇，织品之神，根本没有任何比喻足以形容。就化学成分而言，它不过是一些纤维素，这点化学家可以发誓。不过虽然动用了所有的仪器与理论，他们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佛罗伦纳上，而且整个银河中也只有在佛罗伦纳上，纤维素会变成继儿。那是一种物理状态的差异，他们这么说。但若是问他们，那究竟是与普通纤维素如何不同的物理状态呢？他们便会哑口无言。最初，他是从保姆那里了解到人们的无知的。他问道，他为什么闪闪发光呢，阿姨？阿姨说，因为那是继儿，米娅亲亲。那别的东西为什么不会这样闪闪发光呢，阿姨？因为别的东西不是继儿，米娅亲亲。这就足以说明一切。不过直到三年前，才有人就这个题目写成两巨册的专著。他曾仔细地读过一遍，发现所有内容都能归纳成保姆所做的解释。继儿之所以是继儿，就因为他是继儿，而其他东西不是继儿，则因为他们不是继儿。当然，继儿本身不会闪闪发光，但是经过适当的纺织，便会在阳光下发出金属般的光芒，同时呈现出多种色彩，甚至所有的色彩。而另一种处理形式则能使它的纤维具有钻石的光彩。此外，只要稍微加工，它就能在摄氏600度高温下丝毫无损，而且几乎不与任何化学品产生作用。用它的纤维纺成的纱，能比最精巧的合成丝更纤细，而同样的纤维所具有的抗拉强度，则使任何已知的合金钢望尘莫及。它比人类已知的任何物质用途更广，而且更为千变万化。假如不是因为过于昂贵，那么在无数的工业用途上，它都可以取代玻璃、金属或塑胶。即使如此，在光学设备中，它是十字标线的唯一材料。在制造超原子发动机的流程中，它被用作铸造液中的铸模。而在金属过脆或过重或两者兼具的场合，它是一种质量轻、寿命长的代用品。但是前面提到过，这些都只是小规模的用途，因为无法做到大量使用。实际上，佛罗伦纳的继儿收成大都制成布料，然后剪裁成银河历史上最美妙的服装。佛罗伦纳为百万世界的贵族生产衣裳，因此单单一个世界，佛罗伦纳的继儿收成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稀有珍品。平均在一个世界上，仅仅20名女性可能拥有几套继儿制料的套装，另有2000人也许拥有那种制料的休闲夹克或是一双手套，而其他2000万名妇女则在远处眼巴巴地观望。银河中百万个世界，对于炫耀成性的人有个共同的通俗说法，
在银河标准语中，它是各地都容易理解并毫无误解的唯一一句成语，那就是你可想象它会用继而擤鼻涕。沙米亚长大一点后，曾向他的父亲求教，继而是什么？爸爸，它是你的面包和奶油，米亚。我的？不只是你的，米娅，它是整个萨克的面包和奶油。当然如此，他很容易就了解到了其中的缘由。放眼银河，没有一个世界未曾试图在自己的土壤上种植继儿。起初，任何人若将继儿种子走私运出那颗行星，不论是当地人或外国人，只要被抓到，一律会被处以死刑。即使如此，也从未阻止那些成功的走私活动。直到数个世纪后，萨克人才逐渐了解了真相，从而废止了那条法律。如今，任何地方的人都欢迎购买继儿种子，价钱当然与织好的继儿布料一样，根据重量计算，他们可以拿去，因为结果证明，除了佛罗伦纳之外，银河其他各处长出的继儿都只是纤维素，苍白、平淡、脆弱、无用，甚至算不上棉花。是不是土壤里有些什么呢？还是佛罗伦纳的太阳具有某种特殊的辐射，亦或是因为佛罗伦纳生物圈中的菌落结构？所有的可能都试验过，有人取得佛罗伦纳土壤的样本，有人制造出人工弧光，可完全模拟佛罗伦纳之阳的已知光谱，还有人让外星土壤感染上佛罗伦纳的细菌，但继而总是长成苍白、平淡、脆弱、无用的植物。